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它载着人员与货物，载着梦想、希望与美好生活到世界各地。我是海事群小达人 Marine。你是不是具有这些特质，想要加入海事群，为航运注入心血，一起打拼呢？或者你喜欢国中这些科目，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为未来海上生活做准备。我的梦想是当临港，让所有船舶都能顺利进港。谢荣进，就学期间考上二等管轮证照、锅炉操作以及证照，现在从事锅炉操作的助教工作。刘正恩，优秀表现让他年轻时就升任船长，录取高雄港引水人时，更是当年全国最年轻的两位引水人之一。海事群包含的科别是轮机科与航海科，必修专业科目则是船艺、轮机、海运概论、基本电工与实习等科目。船用电学这门课是一个应用非常广泛的一门课，基本上我们是轮机科，我们就是目的就是要训练学生能够在海上工作。海上的工作有分两部分，一个是航技系负责开船的部分，那我们就是负责动力的部分。那动力的部分它牵涉到很多自动控制还有马达的应用，所以我们这门课基本上就是要学会这个马达的检修还有发电机的一些检修。这门课让我学到工业配件的维修和检查，这样如果我家中的抽水马达坏掉的话，我可以自己检查以尝试维修。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如果配线地方出了一个状况的话，我就整个东西都无法运作，一条一条线找，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我的梦想是当一个女轮机长，虽然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并不容易，但是我会努力去完成我的梦想。我们高职这个阶段船舶操作实习搭配模拟操作的这个设备，让他们练习舵力。我们辅机是除了主机以外都是辅机，我们希望在实习课呢加强它的实作功能。那刚才我们拆那个机械呢叫做浸油机，因为我们燃油中的杂质经过浸油机的高速旋转，利用离心力把里面的杂质跟水分离出来，所以让我们的燃油呢提供给主机运转。那我们三管轮呢最重要就是浸油机跟管路，浸油机是非常重要一环，如果它浸油机能拆能装独立作业，它就可以成为正式的管轮。轮机实习那一般是分成两大主题，一是这个电轮机的实习，二是磁轮机的实习。在电螺机的实习部分，一开始会以学生对于这个电螺机内部的构造，尤其是这个陀螺仪来做相当的认识。那当然电螺机是现在航海所依赖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航海设备，那它的功用其实就是在找寻这个真北的方向，以及船所在位置附近的目标它的方位。那磁螺机的实习我们一般是请学生可以在校区以磁螺机搭配我们的方位圈去观测，让学生在这个实作的过程中能够找到说定出自己所在的位置。我从螺机实习这门课中，我学到了磁螺机、电螺机和海图的绘制。我们可以从海图上得知目标物和船位还有灯塔的方位，所以我认为螺机实习这门课让身为航海人员的我受益良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必备的科目。就读海事相关科系，能体验一个很特别的实习经验哦。我的梦想是开船环游世界，当一个海上旅行者。
那关于海事群的话，它最主要有分成两个类科，那么其中一个叫做航海，那么另外一个叫轮机。那么无论是航海或是轮机，其实它都是整个国际海警事业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从事所谓的海警事业，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英语。那么我们在从事英语教育方面，我们除了基本的英语教学之外，那么我们也从事专业的航海以及轮机方面的一个专业教学。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当然重头戏就是所谓的海上实习。那当然整个海勤的一个教育完成之后，最重要的我们还是必须要求同学啊来通过交通部所举办的航海人员测验，这样子啊才能真正拿到海勤职场的一个入场券。考取这些证照能增加自己的优势与专业度，也能帮助你更快走向成功之路哦。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专业轮机员，确保船上所有机械在航行中可以保持在最佳状态。在航海轮机这方面呢，因为它属于一个科技的综合体，它除了传统的一个船舶机械之外，那么它包括所有航行系统都是属于高科技资讯软硬体的东西，就等于说所有的航海机械、电机、电子、材料等等方面以及资通科都可以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升学管道。再来就是在出路方面，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航海轮机这个职场的一个重头戏啊。那重点在于它的出路有多好。以我们的航海以及轮机的教育，我们的最主要是在培养商船的一个管轮以及船副，如果顺利的话，十年内可以晋升为最高级的，包括船长、轮机长以及引水人。引水人原则上他的薪资啊是非常非常高的，至少20,000美金起跳。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职场。毕业之后可以选择继续升学，就读航海与轮机工程相关科系，或是其他跨领域的科系。透过专业训练之后，未来成为进阶的职场人才。升学的方式包括统一入学测验、技职翻新计划、绩优保送及增审入学与分发多元管道。进入四技、二专、二技与普通大学就读，继续享受学习的乐趣。这些是海事群在就业上的选择，不论是海上航行的生活，或是陆地上相关的工作，都充满了吸引力与挑战。每年相关的海事行业都需要非常多的人才投入，我希望能够加入他们，一起航向世界每个角落。那你的梦想呢？欢迎加入海事群，与我一起实现梦想。